切磋。莲花球塞在内侧，让打击的林立挥棒落空，遭到三振啊！这是今天到目前为止廖文扬。接续像前面几个钟头那个状况，这个球漂亮。横移走的位置蛮多的哦，最后是让陈敏杰遭到打击的，陈敏杰没有办法招架得住了。我们再看一次，利用手腕翻转的力量，让球其实走变速。